来到潼潼日常，今天我要来挑战十分钟能包几颗水饺。你们一般人应该会觉得十分钟能包几颗水饺，可能可以包，高手也许可以包100颗。那我看我当然没办法啦。那我看一下，那我们就来计时，十分钟到底能包几颗水饺？那我们来开始。哦，第一次见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那我看我刚刚用这些东西，我就要用这个了吧？这样子，然后弯点料，很难抓料的，料我跟你讲，料的要很难抓。手，不能直接用手了，真的太难用了。天哪，你这真的要怕脏的才来弄了。看，已经爆出来了，给你们看，已经爆出来了，真的已经爆出来。这是我的第一颗煎饺，长这样子，好，勉强我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对啊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还花了几分钟 ？OK， 跟你讲，已经花了一分钟了。看我可以包10颗就很了了吧？三个啦啦，包第三个了，花了多少时间？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就花了一分钟过去。再高手十分钟，我看高手十分钟也没办法包100颗吧？今天是魔王可不可以啊？魔王可不可以？魔王的话，理论上可以。越包越快，那就好，就好。剩几颗了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颗，所以我一定是可以破10颗，只是说可以十几颗。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有可能到20颗吗？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看我还有5分钟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比较熟练了，说不定他们真的可以10分钟100颗是 OK 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有包过一次，你知道吗？我到后面我全部都用手捏。全部连这料都用手捏的。那我们今天包的料是玉米，我们今天是包玉米这个进来，还有这个。而且我喜欢料包很少，料皮包就是料包很少，因为我觉得皮包脆脆超好吃的。真的，我觉得超好吃的。真的超级好吃的。真的。
煮完，整个锅子里就都会是料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没有标准。哇，我觉得应该这样看起来是有，但煮一煮听说很容易料跑出来，就连食物包也会跑出来，就会。20秒，最后冲刺。剩到三颗吧，就没办法了。我知道，这游戏一直没办法，就是拼啦。嗯，但是有十点。OK， 完成了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包的水饺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包了几颗吧。十分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颗！哇塞，我现在爆26颗哎！哇塞！爆26颗，我本来以为我可能连10颗都不到，结果我竟然可以破25颗，哇，太厉害了！好啦好啦，有点夸张啦，有点夸张，还高手可以爆100颗啦，觉得哈哈，可没那么夸张。哎，有哦，我因为我前面浪费了4分钟，只包了4颗，所以我6分钟可以包22颗，那应该可以的，那高手应该可以的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潼潼日常就到这里了。你呀，也可以帮我评评理啦，我这样子算厉害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